香了。我刚刚在侧台的时候呢，就是看你们表演，真的超想哭的，真的很感动。尤其是那个最后一首歌的时候，老师说我不能看，我会想哭。对对。然后刚说老师要嗨起来，我们等一下要嗨起来。对。那之后我们有发新歌。对。那我觉得是不是大家好像垃圾听太多次了，有吗？对。是。你有看我们后面的表演吗？有啊，有啊，因为我每个礼拜超期待耶。真想，那你喜欢我们哪一首歌？我觉得最厉害的是那个高跟鞋。哦，不灵不灵。不灵不灵。哦，那很厉害。那老师要不要跟我们一起跳一次？啊对啊，来。可以啊，最高地方要下次我也是这一首。